炸葱花饼，错，又炸葱花饼，铁娃又炸葱花饼。朋友们，看看这咱前两天从猪上卸下来肥来，它不够吃，再又买30斤猪肉，今个叫它薅一下，咱今个做个油炸葱花饼。凉水炒一舀。朋友们，这是咱搁网上买一堆小棍儿啊，咱把油烤出来之后呢，这个油装里边叫老头老太太拿家，炒过菜了，下够挂面了，都管吃。凉水洗一舀，咱们开始熬猪油。锅中加凉水，开始熬猪油。身边大团圆的场面，今天最红火，大中华的全家福，早就赶快门。朋友们，咱换了个场地啊，一会儿咱添加了一个新设备，大家明白，那边的先不够吃，所以说咱搬到这边了。大中华的全家福，让世界看看中华儿女心事一股劲儿。上锅，哎呦，有点辣了哈。下雨也抵不住咱热闹朋友们啊！哎，好嘞，小米粥。哎，我感觉这冰，俺孙儿手艺中不中哎？啊，俺没吃嘴里，我这都香嘞。我吃嘴里。着的啊，别烧着了。着的啊，烧。来，着的，别烧着了。来，吃。能把煎了后边吃，有个我干了都不会行。煎饼汤我来快，你要不落这些咱一般人吃我老软硬。好吃不好吃？好吃，多吃点啊。这是啥呢？猪油啊。你家拿一瓶来，给这老婆家拿油熬回来油啊，纯手工制作，铁板做。快手拥抱每一种生活。